我叫帕丹卡乌斯，是一名普通的农民。最近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。其实从去年12月份开始，我接触市场全处钢琴声，现在成了村里的别人家。这其实是我儿子艾肯江在叹。每当听到乡邻议论，我就感到特别的骄傲。丈夫一位走得早，我就想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培养成人。好在儿子懂事，学习也好，去年考上了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，学的是音乐专业。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架简易琴，你看才短短半年就弹得有模有样。儿子也很懂事，在假期回来后还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。家里现在没有困难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好好的努力，将来用自己的双手弹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